大家好，我是郑毅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还在雄安市区那个市民活动中心呢，市民服务中心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想给大家拍一个细节，大家注意到有没有这个树根下边这个护网啊？这个还是我头一次见到有做工这么精细的护网啊！像我一般见的，除了石头啊、塑料的都有，但是像这种铝合金做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。都说细节之处见精神啊，我觉得就凭这个，可能雄安新区以后建设的标准会比较高。建议买股票的可以买入雄安新区相关股票了。开玩笑啊。